各位朋友，尤其是远道来了好多朋友，今天我用很短的时间表达我个人对于六四纪念的一个感受。27年来，我出了3次回台湾参加王丹、伍尔开西的六四纪念会之外，有23次我都是在华府这个中共的旧大使馆或者国会或者在这里参加，23次我没有缺席。那么1979年6月3号，我2年前讲过，我很快讲一下。1989年6月3号，我那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，我在阳明山当了1000多个国民党的党员党代表。我说美国总统都支援大陆天安门这个民主在的示威，那么中国国民党居然不发一句话，这是中国国民党耻辱，这是国民党当然要支持大陆民营。这是6月3号，那么1000多人鼓掌。6月3号晚上，我回到旅馆，当夜凌晨坦克车压过天安门。所以6月4号我上阳明山，秘书长宋楚瑜说，你昨天批评国民党最厉害，11点钟你代表国民党招待记者会，你是发言人之一，两个发言人，一个是马英九，一个是吴和仪。所以我参加民主运动整整27年，我个人生在安徽无为县，1949年好在我爸爸妈妈把我带到台湾，我的哥哥跟我姐姐没有办法带出来，结果他文化大革命只念了初中，我这样子到美国来念了博士，开了顾问公司，60-70人、80个人公司，那么跟我的哥哥跟姐姐天壤之别。今天大家纪念六四，这个纪念跟世界上任何的纪念都不一样。你譬如说纪念柏林围墙倒了，纪念抗战70年胜利啊，纪念这个屠杀犹太人，纪念这些纪念呢，正义都得到伸张。抗战胜利了，我们正义得到伸张了；柏林围墙倒了，我们是得到伸张了。但是全世界只有一个纪念，它是有抗争的意思，它有伸张正义的意思。因为天安门的平反始终没有，天安门冤魂始然飘荡在天边，中华民主还是没有得到自由民主。所以这个纪念会是全世界唯一不同的纪念会，这个纪念会不是过去式，是现在进行式。我们一定要纪念到像陈闯创所说的27年后，我不希望那么久了哈，27年后在自己的大使馆可以来纪念这个天安门。另外第二重的意思，我认为六四天安门事件不仅仅是大陆人，江苏的、这个上海的、青岛的、西藏的，是全中国人，在全世界中国人的大事情，包括台湾中华民国，包括海外侨胞。当时1979年，严小梅还坐在下面，熊仁杰，我们三个现在今天到场的，当然当时更多人了，10000人，10月1号，1989年，到华府来游行，从林肯纪念堂走到中共大使馆，10000多人，最先的部队、最先的团队到了中共大使馆，后面的部队在林肯纪念堂还没出发，10000多人。我家里，我在这机场接了加州理工学20多人住在我家地下室打地铺。也熊仁杰家里住了人，严秀人民家里住满了人，有3000多人，我们侨胞要招待。现在我非常高兴，也非常振奋，陈闯闯、古毅、秦邦3个人加入了学之年。那么这是一个承前启后，像魏金蛇所讲的，这有个传承，有继续下去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我不觉得只是3个人，你们觉得孤独，我觉得不孤独。达赖喇嘛
上个礼拜讲，他说就像魏京春讲的，这两年的变化很大。达拉喇嘛上个礼拜讲，他说我非常感觉到整个大陆有个最大最大的转动巨变要开始形成了。他的理由之一，他说有几十万的留学生到美国、到日本、到澳洲、到英国留学，他们接触了民族自由，虽然他们还是海归派，要回去做事干什么，但他的观念已经改变了，这个气氛也达成了。这达赖喇嘛所说的，这跟魏晋生刚刚讲的完全一样。所以不要以为陈堂堂那么三个人而已，这个气氛凝结了，到了临界点，我们大家要出来领导了。要临界点的时候，昨天我在跟大家聊天，陈长创他说到红二到红三代，共产党结束。陆文和他说大概到红五代才会结束。啊，有悲观有乐观，但反对中共是一样的。但是我赞成陈长创的观点，我不能等到红三代，不能等到红四代，我们必须在红二代就把中共政权结束。那么我特别要讲讲昨天马英九对六四又发言了，民进党是笑他说你只会算数字，又二十七次，但我讲了二十七次了，就表达了坚强坚毅，他没有改变。那蔡英文也不得不在脸书上讲话了，啊，希望能够大陆能够朝向自由民主。这个中华民国的在野党和在朝的都对大陆表达了这个心声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么美国也讲话了，两年前我在这个此地，我就希望美国能够像1984年 Reagan 总统把苏联大使馆前面改成萨格罗夫大道，我两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提了要改成刘晓波大道，结果 Ted Cruz这次跟选举的这个美国 candidate， 他在国会里面通过 ，senator 全部通过，没有一个人反对，没有一个人反对通过改成刘晓波广场这条路。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努力，在众议院没有一个人反对，因为国会里面参议员已经全部没有一个人反对通过了。终于要通过，我们要督促奥巴马把这个东西签署了。那你想想看，中共的大使公使做事人每天经过这里，看到刘晓波广场，这是什么一个情况？天天让他反省啊，天天让他反省啊。所以这个美国也来支援，我们自己要争取。我明天早上八点半要到美国之音，9点钟开始。这一个钟头就是谈六四，就是谈六四。我在美国之音做评论员，义务做评论员已经14、15年了。从大陆来的念政治系的人，到马大念研究生，系主任介绍我跟他认识，他说吴和一，我不要认识你了，我5、6年看你美国之音看惯了，我支持你的观点。就表示美国之音对大陆有多大的影响。明天我9点钟就到美国之音谈六四，我要大更多的大陆人了解六四怎么回事。谢谢。最后我要讲，自由民主是整个人类不可违反的。自由民主也许像魏京生我当然非常信任魏京生了，我办全球民主和平联盟，到世界各地去演讲，把全世界的华人团起来支持自由民主。魏京生跟着我坐飞机到亚特兰塔，到死丫头，到各地去。那是16年前，魏京生跟着我走。为什么我要他去谈自由民主？一个是从大陆来的，我虽然生在安徽，我来自台湾，我们两个人去说服。所以把自由民主各地烽火烽城月城全部成立起来，这是我欠魏京生的情。但我每一年我来演讲，
不是欠他情，我来替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要为中国人要大声讲话。所以自由民主就像浴火的凤凰，也许他失败了十几天，也许他失败了十几年，也许失败了没有成功27年，但是他可以在浴火之中能够重生，浴火凤凰永远可以重生。我们一定要有信心。对，但是共产党只要一次倒了，他永远倒下去，永远倒下去。我们浴火凤凰自由民主永远重生，大家一起努力。我希望像陈川川讲的27年，我希望缩短到17年，啊，不要到27年，好吧？我们希望陆文和那个更乐观一点啊！大家一起努力，谢谢大家。我最后请大家热络一点，刚刚像这位老先生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讲，哎，李德一来了，我们第四个人来了。李教授他帮了好多忙啊，我特别讲出来，熊元杰、李德一，大家看看啊，都是我们好朋友。我喊两句口号：六四不能忘，大家讲，六四不能忘，中国要民主，中国要民主，再讲一遍，六四不能忘，六四不能忘，中国要民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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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家。